回顾台湾的民主历史路，一幕一幕好像就在眼前。傅政以台湾作为他的第二故乡，也是生命最好的所在。伊拉和台湾民主的是最珍贵的一位。大家好，我是罗志政，今天非常荣幸来主持今天的纪念会。尤其作为一个党员之外，同时也是东吴政治系的老师，特别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没有机会跟傅老师真正的共事过，但是我们东吴政治系有一间傅政教室，在教室周边的柜子里放着傅老师他的手稿、他的手表、他的眼镜以及他的藏书。所以在每天的教学生活当中，我们不无时无刻感受到傅政老师所坚持的自由主义的学风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坚持。你在你过去啊，在座每一位曾经与傅老师共事过的，陪伴伊、甲伊同甘苦、共患难的，以及许许多多敬佩老师的理念跟风骨，并且追随他一路走过来的在座每一位，今天大家齐聚一堂，与傅老师一起在这里来怀念过去那一段为台湾民主自由奋斗的过去。一缕花，用心疼它，土地充满春天的花香。咱的梦，用手来捧，等待主月风吹过头章。追思会的一开始，就让我们用这首《等待主月风》来缅怀傅政老师那个追求自由思想的大时代。我们欢迎维多利亚合唱团。
透过影片来回顾属于傅政老师的生命历程，也属于台湾所有人共同的历史。傅政先生曾说，他在台湾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还是民主。傅政本名傅中梅，1927年出生中国江苏，因为痛恨国家的积弱，在高中就加入国民党青年军，选择蒋经国之路。他满怀理想，追随国民党来台。但很快就对独裁政权失望，开始投书批判两蒋，转向无政之路。1960年，他跟随雷震筹组中国民主党，却遭国民党整肃入狱。结束6年3个月67天的牢狱生活，傅政进入大学教书。但他始终挂念台湾的民主发展。1979年，雷震去世，同年还发生美丽岛事件，傅政深感责任未了。当时戒严时期，国民党政府打压任何争取民主的活动，风声鹤唳下，傅政秘密串联党外，成立十人小组，终于在1986年9月28日。创建民主进步党。民主党成功后，傅政担任民进党政策部主任，持续推动平反雷震案、国会全面改选、老兵返乡等各项政治运动。并在1989年投入台北县的立法委员选举。1991年因病去世，他一生为民主、为理想奋斗，在历史留下典范。覆盖党籍。戒严时期，国民党打压任何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在风声鹤唳之下，傅政老师秘密串联党外，成立了十人小组，在1986年9月28日创立了民主进步党。傅政老师所追求的民主果实，目前我们正在享受，就好像空气一般，
无拘无束的享受。只可惜傅老师看不到。2011年，傅政老师逝世20年了。现在我们就邀请林中正牧师为傅老师以及台湾的未来来祝祷，同时也邀请在场所有贵宾请起立，跟随我们林牧师一起来祝祷。在这个健全，在这个严肃，在这个少年的时刻，要邀请咱每一位对咱心内的神，对咧疼台湾的神，咱要致上咱心内最深最深的思念。甲祈祷，请咱这个时来祈祷。伫天灵咧疼台湾的神，我要感谢你，小叔保证先生对中国来，有知识分子的良知良心，伊诚做台湾的愿望调节甲栋梁。用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台湾成做先知，在台湾成做萝卜。伊甲被压迫的人三角地带，伊成做一个创造性的少数。伊对抗强权、不义甲邪恶。感谢你，在伊的内面有藏了不安的灵魂。让伊一直爱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性的尊严的普世价值，伊成做别人的资源，伊愿肯奉献、牺牲伊家己，伊欢喜伫这个岛屿、伫这个国家有自由、响亮的诗歌，有公义、仁爱。的诗歌遍地欢喜，伊所追求的是一个强者公正、弱者安全的国家。感谢你，阮有机会甲伊有生命的聚焦。感谢你，赏赐伊予台湾。伊捌讲起，台湾毋是中国国民党的，台湾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台湾是上天赏赐给每一位疼台湾的人的。在天灵的神，我感谢你。但今仔日我伫遮在孝念伊对台湾的贡献，我伫遮在孝念伊，伊有一个民望。期待伫台湾有公义、仁爱，亲像大水长流；期待台湾有公义，亲像江河一直流。伊期待伫台湾有族群的和谐、共存、欢迎。伊期待城市振兴、乡镇发展，通享受教育、经济、文化的成果。感谢你，伊期待台湾人通伫自由、民主、气氛的下面，显明台湾人的尊严、芳味、尊贵甲甜蜜。但阮感谢你，革新的火把已经传到新的一代，阮要互阮分阮，也是对阮好、支持阮的人拢知影。阮无需付出任何的代价，阮无需面对任何的对敌甲奉献。阮要来军队，保证先生伊甲阮留落真好的典范，由你帮助阮继续往头前日日跑走，建立一个互相信赖、对未来有信心、有愿望。痛心生叹无衰的国家，
求你让我们学习伊，疼你本身来包这个国家的创伤，让青年进步、自我反省、不断的革新、不断的进步，继续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阮继续通甲台湾人民建立一个强者公正、弱者安全的国家。用安尼祈祷，是阮的心所愿。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林宗哲牧师为傅政老师以及台湾前途祈祷，请各位贵宾就座。